较重，然后有重的，然后然后是在细的，对哈，好，这样。这样的话，意思就是说，从上面看下去，你这边这样的话，这里最好也是一样。因为你站在高山上看下来，所以这边也是一样。这边一二一二一二三，重复重复就是不好，好不要有新重复，所以我们就要把它改一下，这样就比较不会那么重复。这个一定要练哈，要练。因为它水下来力气很，所以你在画的时候一定要有那种感觉，才会看起来水才有那个。哦，你这个可以画这样，是真的非常的好。有时候会哈画画哈，有时候有的会越画越好，那有的会越画越不好。为什么会越不好呢？因为你懂得越多哈，你会怕。得失心比较大。你会怕。不会。你就。得失心。就是啊，就是说你会怕，所以你那个下笔哦就没有那个感。好厉害。像这一笔，好，就非常突兀，哦，这个都非常突兀。直接画，这要练。刚开始的时候哈，你还是要多练，让人家看起来才会像房子。房子的。房子哈，这个是平的哈，再来有往上的，也有往下的，好，有往上的。你这里画的话，最好是往上，好，不要往下，好，这个时候，因为这样的话变成饱满，像那个馒头一样，要有那个气，房子住起来才会舒服。这不是我讲的哦，是以前的老师跟我们讲，你画的那个房子哈，哦，你现在自己看，你家这边加的稍微往上高的话，我让。有啦，在那个顶上啊，两间啊，我知道，我看有没有饱满。有啦。因为它是两间重叠啊。你家的是那个庙宇的话，哦，就让它那个。往下翘没有关系，因为那个是。干脆再给它盖个屋子放着，叠一层屋子上去。没有，下面是凉台，凉亭。
因为上面那个房子很漂亮哎、欸。好。